下午好啊、哦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辛苦了。好，咱们上课哈，咱们上课。今天先给你讲啊连词。今天咱们先讲连词。嗯 ，OK， 好，咱们会通过这样的短文来学连词。老师要说的是，你看到这个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看到资料了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如果看到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名词。对，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副词。啊，副词。那么咱们经常见到的是 n 是，还有这个。是形容词。对，还有一个 v， 对，还有个 v。动词。对，今天老师来教你一个，如果他写的是 CONG， 那就是连词的缩写。那就是连词的缩写。那为什么他这么写？因为连词，英语的连词就是这个。哦，嗯，英语的连词是这个。嗯，所以我们如果它写的是 CONG， 那就是连词。嗯，连词。还有一个介词，它是这样写的。嗯，那介词。对，那今天我们来学连词。其实我们学了很多连词，连词汉语的连词并不多，但是它挺难的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一个。就比如说啊，比如说表示这个意思，表示这个意思有几个？一二三九个，就表示一个意思有九个。另外呢，表示这个意思有一二三四，嗯，挺多的。那嗯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先来讲这些。什么时候用哪个连词，真的是不是每个同学都懂的哈。来，咱们先来今天的课是咱们讲的就是这个，主题是坚持到底。坚持咱们学了没有？坚坚啊，坚固，坚坚持，坚持。嗯，读坚持。嗯，坚持到底咱们学了到底。嗯，那坚持到底是啥意思？坚持是动词。坚持到底。坚持人最富贵人贵共。 OK， 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些词语哈。首先看一看这一段有哪一些连词。第一个是却啊，咱们学了却了对吧？却经常跟什么在一起？但是，跟但是在一起。嗯，那么但是和却怎么用？但是在主语对，但是在主语的前边。却呢？是在主语的后面。如果没有主语，就省略主语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但是却。但是却。OK， 好，这但是和却的区别。那么却它是表示说话人的口气的态度，所以有却出现的，咱们就知道说话人想表达了什么意思。另外还有一个当，
那看在这句话里，那么我们就知道当是啥意思。所以当一条路走不通时，它有一个结果啊，那个结构，当什么什么时，当什么什么时，啊，黑马，对，黑马，当什么什么时，黑马 ，OK， 好看，还有第六个，也是，只要我们，只要我们，放弃努力，总会有，找到一条适合路。OK， 好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生词叫目的地，目的地，嗯，那人，目的地，咱们学了一个叫目标了没有啊？目标。目标咱们学了吗？丢。那目标是啥？目标。我们学计划了，对吧？我们学打算。我们学打算了，但是我们没讲目标，那就是这个目的地。目的地。来，咱们先看。啊，这里有个副词，也许。也许。也许。也许，也许。也许吧。今天下雨吗？也许吧。也许吧。他会来吗？也许来。那也许。对，也许就是我们没有确定的时候我们说也许。也许。还有一个叫痛网。这个网咱们也学了，网就是我从这边往你那边走，就是网。痛网红呗。路的量词是条。这条路，那条路。cái đường này cái con đường này đi rất là khó, tớ mà说这条路走得很，或者是这条路很难走。 OK， 这条路如果是走了，就是说这条路走得很难，这条路走得很难。这句话有可能是你在走的这条路的确是很难走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选择的这个，你这一次选择的，或者是你的工作很难做，也说这条路很难走。走得太难了，走得太辛苦了。 OK， 好，这里有一个动词叫换。咱们学了换钱，对吧？换。这个读换。换。这呢，另外。另外，换另外一条。通往，今天出现了两次啊，通往。还有一个形容词是合适。合适。还有一个总会。总会。
积极，咱们学了，上一次咱们学了理想，理想，理想的工作，理想的，理想的，配偶对象，就是结婚的理想对象等等啊。好，来，咱们先看，你看这么短的三句，目的地也是，也许只有一个，但是通往目的，目的地，目的地的，叫道路，道路，对，道路，车有很多条，所以当一条路走不通过时，我们可以换另外一条试试。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，总会找到一条会合适的路，通往成功的目的地。OK， 好。那么在这一段就三句话，它讲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目的地，也许只有一个。那你的目的地是什么？你的目的地是什么？找到好工作。哎，找到工作先啊，先找到工作好不好？就先别说了，因为只要找到工作啊，人啊，就是心里面就放心了，就踏实了。如果人啊无事所做的话，就是精神上是有问题的，就会慢慢变成就是hikikomori 的，hikikomori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，这一段全部都懂了吧？我懂了。OK， 现在你来复述，你别看了，你就来复述。目的地，也许只有一个，但是通往目的地的道路却有很多条，所以当一条路走不通时，我们可以换另外一条试试。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，总会找到合适的路，通往成功的目的地。叮咚。目的地只有也许一个。目的地也许只有一个，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有很多，有很多条。当一条走不通，时就找另一条，就另一条试试。最后就能通往成功的目的地。OK， 好。那么这么短的一段，而且是也是蛮简单的，咱们又分成另外一个啊，就是分成几个小段，你来，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目的地，几个？一个。对，目的地就只有一个，也许是只有一个，但是呢，能往这个目的地走，有很多路子可以走。对，那么很多路子可以走，就是这条路已经堵了，堵车啊。就像我们走在路上，有时候人多嘛，我们也可以是选另一条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分成就是这条路，因为它有很多条，条条都可以走，那么我们就换一条。换一条。这一段老师很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让老师想起之前嘛 ，Coco 老师去考 SK6级的时候，
之前嘛就考 SK6 级 SK6 级它有一个就是书写部分，它有它给我们十分钟去看一篇文章，很长的一篇文章，大概是1000个汉字，十分钟，对，然后我们要记在脑子，十分钟之后监考老师就把我们的内容考试的那张纸啊收回去了，就不给我们看了，我们就要从脑子里面写450个汉字。刚才看的是1000个汉字，对，然后现在要写的是450个汉字。你知道吗，写字写到最后啊，这个手指都已经变形了，都扁了，很疼很疼很疼，而且是字也是那个铅笔啊也是秃噜的，长秃噜的。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老师能记得住这个故事，就是说他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去面试，就像你们一样的啊，大四的学生啊去面试，然后他们都路过，他们来面试的岗位就是经理，大家都奔着这个经理的职位去聘的，因为听起经理嘛听起来多么有面子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员工，他这个考生呢他面试完了，他路过那个普通的员工的那房间，没有人，但是应聘经理的职位的人特别特别多，然后他发挥的不大好，他结束之后他就打车回去了，打车的时候呢就是开车的师傅就问他要不要走另一条路，因为前面的路是堵着，然后他问那走另一条路有多远，会不会有更多钱呢、啊、要付很多钱，然后师傅说他有就是比这条路远了点儿，不是很远，只远一点，但是会坏的很多，因为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是已经堵了，人人都在这里的，然后另一条路呢就是很宽敞，几乎没有人走，然后这位就应聘的就是这人物吧，他一听他就说，哥你把车回到我原来打车的那个地方，他就回来应聘了那个普通的岗位，因为他要从普通的员工做起慢慢来，因为他自己想哦，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喜欢当经理呢，你能当得了吗，你有什么本事去当经理呢，刚刚大学毕业啊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个，有很多路可以走的。听起来都蛮恐怖的啊OK 好，但是很有意思，所以老师一考完，老师因为刚开始告诉你啊，考 SK6 级真的是太难了，他听力部分特别长又很快，阅读也是很长，然后书写我们都很害怕书写，因为记不住啊，要写汉字啊， SK6 级的汉字太难了，然后写那天怎么考得那么好呢，所以真的看看你，哎呀可怜啊太恐怖了。 OK 好，那我们就来选另一条不好意思，另一段又选择 ABCD 哦，又选择 ABCD 哦，好，你啊，
在今天啊、这个之前考过，我们就不那、no, 在这这里。孩子虽要鼓励，孩子虽要鼓励。好，来，咱们先来看鼓励。嗯，孩子虽要鼓励，不是教是一个动词，对，教水。嗯。